烂事恶魔啊，有是勇士队的小前锋，哎，不是得分后卫，哇！哎，不过他的火烫手感好像才2等，是吧？现在是倒数几天啦？51双天方了中圈吧？跳还是球，52天啊？加油啊，金发哥啊！我对金他发们拿哥到了本场都比没赛有的第一好波感，你球知道权，吗？准备开始进攻。金发哎超呦，球，这球抽他到！立功了。雷帝传了一记高吊球，球传到外线去了。嘿，飞吧孩子！跳投，好球，他投进了今天双方金比发赛的哥第一有球。7个烂，哎，2个没水准，剩下一个才是好的，B 卷子身体看似瘦因为实弱，在太但多却金精发巧哥迅速，充满爆发力。面框的了。哎，强行突破他没有和投篮篮下的第包二次进攻是他主啊，要的进忘攻方记式。买了哦，是不是传很球，久没玩啦？哎，不要跳这么大力啊！拿球找寻机会，哎，没跳投进。不中。他是不是看到球就想跳啊？我觉得这家伙很危险啊！传了一个地板球，嘿，给你投嘛！这球距离有点远，出手我了，操啊，空没隙颜球色，应声入网 ，It's good。不科学啊！雷帝，球出界了哎，这，Fumble。队友，你 Curry 加 KD 打这种球，准备发界外球，长传，哎，出界了，Fumble。捡不回来。准备发界外球，传到界外去了。哎，超节后球又出捡不界，回来！我们来看看裁判会将球权判给哪一我队。就这样跟你耗完你的24秒。准备发界外球，哎呦，骗得好，跳投，好球！眼花了，看错篮筐的可啦。惜没有进球。传球，在底线跳投出手，中距离得分。短传，回传，中距离出手，边线跳投没进。没有每天过年的啊，先生。呜呼，你看他要飞了。步调慢下来，看看哪边有机会。短传，哎，你们不要全队传球都传得这么危险啊！看准了边线进攻的机会，这球偏掉了。哎呦，篮板抓到后，直接进行快攻，传球。Stephen Curry 传球，球传给了底线。Kevin Durant，Stephen Curry 得分，这是他今天本场比赛第一次出手，可以看出来今天手感不错。第一节比赛结束，准备发界外球，跳投，哇运球带一步跳帅投得分，这个远距离三分球啊！传球，哎，不帅死你一波！中距离出手，看投篮没进啊，这个防守天篮板分很的稳定的拿到，再来一球，跨越全场的长传，在边线出手了，接到队天友的分助攻，Nice 呐，pass。哇哦，Lee pass，好球，这颗球传得太准了，很可惜，哇，可这以，球角度投得有点歪，这个是。五码长罚传，球没有进啊！这球距离有点远，出手了。哎，双方的分数有进一步被拉大的哇，要不趋要跳势。game 啊？发界外球，离 pass 传过去了。哎，犯规！裁判享受了打手犯规，进行两次罚球。哎，跳吧！三分线内跳投，又被得分了，被对哇，方打这出一波小高潮。三分球啊！我想应该要调整一下战术才，超得好啊！你看，他要飞了。Stephen Curry，这个球传得好，哦、你是魔术师，哎呦，哎单呦，手扣篮，哎呦，精彩呀、啊！这球还真是漂亮，让我们哎呀，再看一次重播，回顾他精彩的进哎，球。这他妈这什么？这又被讲外挂了，这不是第一次啊！他们现在急需得分，稳住局势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，嘿，又是一个成功的超节。有时候不是我外挂，是你跨越全场的长传，没有见超得过好世面啊！不要总是说别人外挂、啊。三分线外出手，运球带哎步跳投，好球！你感觉你也是啊？什么勇士队的都喜欢说别人外挂、啊，上次也是遇到一个勇士队的，这样会不会像外挂啊？跳投，
出手没进，有点偏了。如果这球进了，将会把双方的比数。嘿，又是一个成功的超节。哇，渣渣两超节啊！这球出界了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哇塞 ，What the fuck？ 十八分，准备发界外球，离开又被超了，没时间了，好球！哦呦，本节比赛结束，比分慢慢有被拉开的趋势。哎，希望他们能在休息时间能够重新调整，让比赛更加精彩。下半场比赛开始了，底线准备发球，继续啦。哦，好，好，那就继续啦，正常打嘛。准备发界外球，我慢慢追。哦，搞不好他这个是有抱负的好青年啊，我喜欢。可惜实力就是摆在那边、哎。出手歪了，被篮筐弹出来。不然我不能打嘴炮、啊。他传球给队友。哎呦，底线跳投，可惜没进。错失为球队添得两分的机会，长传，中距离跳投，分，又得分了，全队的气势已经打出来了，舒适圈呐、啊，传球，真的是投到爽，离 pass 传过去了，哎、欸，被盖，哇，他很可怜，杜兰特作为连续两次的联盟得分王，接球就投的能力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哎、欸，不要抢我球啊，不要抢我球啊 ，Green， 我。还有他走，他路过直接把我球摸掉啊！原来队友才是真正敌人啊！准备发界外球，全场就你威胁最大啊！传了一记高吊球，裁判响哨了，打手犯规，不错，两罚全中。哎呦，他不跳，他不跳，可惜可惜，中距离，可惜可惜，出手，可惜，差一点，兄弟，加把劲。再两次就可以守住了吧？他们现在急需得分稳住局势，在底线跳投出手，空心球应声入网，It's good。长驱直入，传球，球传到禁区，什么烂队友啊！妈的，没有人。三分线外出手，打到篮筐，这球手感不好，令人无语啊！传球，中距离出手。这球砸到篮筐弹出来，得分告急啊，得分告急啦，现在几分了，26分而已啊，三节打完至少要30吧，这个是基本，看看这次的进攻是否能扭转目前不利的局势，快速传球超得好、啊、nice， 传球漂亮，这球距离有点远，出手了，投进、nice， 完全是不讲理的打法，29 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哎呦，真的有机会来了，长传，当幸福来敲门，球传到左侧边线，在底线出手，边线三分球没有投进，超远的一记长射，还有一节，还有一节，本节比赛结束，准备发界外球，这个怎么越追比分越大，传球，分差越大，球到人，敲得好啊，出现了进攻犯规，哎呦，撞我家科瑞，我回射你一颗啊。准备发界外球，哎，漂移跳投，跳投得分，漂亮，31分。这球还真是漂亮、哎，让我们再看一次重播，回顾他精彩的进球。零篮板，零助攻，标准的 slogan， 告诉你，这我商标啊。我们先来看看这次的进攻。告诉你，剩下的就是陪打了，我已经在陪打了。哎呦，这个骗，自干了，啊、这个骗，带一步跳投。不进，但动作很流畅，帅，没投进，抢到了进攻篮板，再次投篮还是没办法投进，他传球给队友，球进，防守球员竟然疏忽掉他了，其实他们有在守啦，他们很努力的，雷帝，假动作投篮，结果传出去给队友，嘿，传球，球传给了底线，底线跳投差了一点、欸，我怎么多一个篮板了？这个，这是人生的污点啊，传球。赶快投一颗三分，压压惊！成功的篮板球控制住防守篮板。我没有进，蛮扯。这球距离有点远、啊，出手了，对方犯规了，得到两次罚球机会。好，罚球进了。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，他的罚球没有 miss 过。跑了。嘿，中距离出手。Step back， 漂亮。先斩后奏，告诉你，
时间剩下不到一分钟，以目前的比分来看，领先的一方可以准备迎接这球打手了。你看冻结时间啊，我只要得分啊。来看他的第一个罚球，罚球，罚球命中。到目前为止，他的罚球命中率非常高，相当稳。他已经罚了五球啦，罚进，真的是罚到爆哎、欸！六球了，六球。比赛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，落后的一方将尽全力反击。会，再一个 step back， 中距离，又是两分，出手，又是两分。这个先斩后奏这一招太好用了。哎、欸，我在烦，我在犯你。他已经尽量减少球在自己手中的时间，因为目前比分仍落后，时间也所剩不多。不要浪费时间啊！他看起来依旧慢慢来，但时间所剩不多。哇，好球！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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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六，这个六，超的好啊！好球，双手暴力灌篮，这球灌的威力十足，连篮筐都在发抖了。38分啊，有没有机会？跳投，出手歪了，被篮筐弹出来。我没体力啦，犯规犯规犯规 ！Kevin Durant 犯他规啊！传球，我求你啊！中距离出手，接到队友的助攻 ，Nice pass。跳投，假动作投篮，结果传出去给队友，在边线出手了，进了，有，吃了颗定心丸。现在比赛已经接近尾声。我想这场比赛差不多可以盖棺论定，没时间了，命中得分，比赛结束，恭喜他们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只有40分啊，有点不甘心啊。